产品介绍起来有点困难的，同事现在总是搞这些容易引起误会的产品，我还没办法，还必须得给大家演示。行吧，职业一点好吧，既然大家测，咱们就一起来测一下，开箱吧。一个很温馨的包装，提示叫做丽人暖宫带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就是这个我是不太明白，我估计你们应该能明白。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不太方便，可能会肚子疼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对这个身体啊进行一些保护。我们打开，大家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啊。它这边呢就是这么一个袋子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卡扣，它是可以加热的。这边呢用的是一个魔术贴，然后这个位置呢大家看到做了一个小袋子，这个袋子呢其实是放电源用的。这边那个小盒子，你看这个里面呢就是移动电源，1000毫安时的移动电源，把这个移动电源呢放在这里面，这根数据线插在这个位置，供电之后呢就可以把它绑在身上，然后点这个位置来加热，不同的亮度呢会发出不同的热量。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绑在身上，把它戴在身上，就这个样子。但我这个腰比较粗啊，正常的女生腰应该是比较细的，就可以绑在这个身体上面，这整个这个袋子就开始发热。发热的话呢就发热呗，就是现在已经感受到它这个热量了，就热敷止痛嘛，其实就是你不舒服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加热，反正就是原来的那种暖宝宝那种感觉吧，但是它的会更加柔顺一点啊，但是我确实不太了解这个东西，没体验过啊，然后也欢迎有女朋友的同学们来申请一下。然后它这个产品呢有哪些亮点呢？首先确实是很轻薄的，然后它这个材料呢是可以直接水洗，在水中也可以正常发热，用电源啊，这个移动电源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是不能放在水里的。好，那么这款菲乐斯的暖宫带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有女朋友的同学啊，或者如果你是女朋友本人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来申请，好吧？那它可以在任何的宽度来进行佩戴，比如说你戴在头上了，戴眼罩来使用的话呢，也可以给眼部来进行加热嘛，是不是？那也就是说这个男生其实也是可以用的，不一定非要女生来用嘛。